今天吃的这个是大黄米窝窝，它是用大黄米、红枣、黑芝麻和饮用水做出来的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哈。这个窝窝空口吃或者是像我一样蘸白糖都可以的。这个黏窝窝现在有活动，就是9.9给你发7个，每个呢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。